咱今天要来去赏梅花啊，或者是梅林。梅里春晓，所以呢，就是一年一度呢，准备要来赏梅了哈。哦，这个梅岭餐厅呢、啊，人叫做梅岭福来餐厅，梅茶自取，请勿外带。有提供这个梅仔茶啦哈，那这就是梅仔茶哈。来，这梅仔鸡哈。这干哪带来母娘？带来母娘。梅娘，梅娘娘母娘。这，这嫁了以后我等不准了。给你指数，唔知给我十哈。啊，这是有德顺的哈。好哦，三叔啊，这是迄、那个槟榔心。槟榔，槟榔心嘛，嗯，啊这，这什么梅啊？这是豆腐的款，豆腐有梅啊，哦，啊这酱汁炒大肠啊，梅酱啊，哦，没有梅酱炒大肠，玫瑰姜黄鸡，好，安尼，哦，就青椒，其实做十几样菜啦哈，就只敢上去米兰的三回，这什么？三香肉。啊，三江肉，这干么合法？三金话干么合法？啊，这好，这高背鸡可能家都不能吃哦，啊，不能化验的哦，啊，边个是高背鸡呢？可梅啊，会当安怎？啊，会安怎？这可梅啊，会当？会鸡较好吃？唔是鸡较散哦，中碱酸碱性质的。我只要讲行去等做伙哦。啊，这头家来个上一个过鸟吼。再来个鱼啊，啊，无啊，拢讲买啊，食鱼啊，连连有余。哦，够鱼啊！有够侪鱼啊！哇！啊，你当当拢会春啦，吼。哦。对，那常去讲，咱去阿里山有哪无看落花，无讲嗯啊无啊来个遮无，看一下樱花丛的安尼也好安尼啦。哎啊啊！梅花三旬开较侪。应该是对后礼拜开始，应该后礼拜是在元月八号左右，元月八号，对，应该连续差不多开三礼拜，到月底到一月底的左右。好，元月八号，今天是元月一号，对，所以啊，过一礼拜再开了哈。哎呦，够鱼啊哦，这什么鱼？这七千多，七千多啊，有梅啊。哎呦，你不忘下梅啊，我来看。美好的回忆，迄个长长久久。没有哦，没啊，这是用什么酒来泡的？这大部分是梅啊，啊个藤哇吼，啊直接落哦，发酵对不吼？啊，差不多放，这罐头放四冬啊啦。哦，嘿，啊大安尼，你看迄色滴就咱慢慢啊食安尼无，无吼，啊你啊正经麦啊酒吼，一定大底有带啦，即个吼有点带，麦啊伊个果粒诶带底一底，吼安尼就较正确，啊为啊迄个麦啊酒算清迄位就是，迄个啥梅酒啊加迄个梅汁吼，会渗泡。啊这酒精浓度偌济？应该7-8%左右呢。我都啉啉会醉嘞，我干娘塞山路落去，到滚到山。啊，我较紧嘞，安尼较紧嘞。哦，安尼较紧到落山啦吼。我来，这罐是。这罐是迄个哦，晋江新发明的啦吼，迄个乌藤梅酒。乌藤梅酒啊。对，啊是啊，这罐是正统的吼。哎，一般拢是用白藤。啊，这款色泽吼，色泽就较轻。啊，这款乌噜噜就先乌藤的。啊，现在要用乌藤。因为我是感觉讲用乌藤特别较香，较香醇嘿。啊，这较原味，较原味的味道。啊，主要和游客吼，迄个食一下无同款的感觉安尼。哦。
啊，这是你今年新推出的啊？哎、欸，对，已经浸两冬啊。哦，浸两冬。今年吼、哦，先提出来迄、那个。啥子？自己的朋友先试啉看嘛。试啉看嘛。来推出啦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好啦，形容啦哈。